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杰克。今天玩点 Minecraft， 今天要玩点和风模组生存。然后为什么我会在这里呢？这样有请帮我说，我不想讲了，太伤感情。因为他真的是很愚蠢啊，结果没想到啊，他不知道录到什么东西去了。然后我们中途休息，他才发现我们根本没有录到 Minecraft 啊，我们在那边自嗨了那么久。好啦，那就是前面的部分就。我们先出去一下，拜拜啦！他打不开，这里有按钮啦。好吧，有按钮，我刚刚真的没看到。对啊，哎，来就这节课。那这里是那个我们上次那个大庄园的地下室一楼，这里是地下室一楼。是的。然后这里好像会生史莱姆，就是有没有听到那叽叽乖叽乖的声音？有。哇，你直接拆哦，会不会太？带回家用啊。OK。这里有音箱，一阶盒哎。为什么会有？这触发哇好。是怎样？要不要把音阶盒带回家啊？都可以啊，可是。哇，你看看这里的机关。那接成这样，为什么？为什么接成这样子？人家喜欢啊。没有啦，我们把音阶盒带回家吧。我们为什么要探讨这个红石机关呢？哦，我就看到音阶盒啊，想要更多的音阶盒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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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先走了。还没啊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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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赶快挖掉。哦，我被中气机卡住。好了。啊，得了！我想挖开这里耶，好大声哦！这样，你要不要下去？我帮你。我看到史莱姆了，因为你在挖，在挖洞，这在好，对，史莱姆。哦，那里发生了什么？我们奋力一跳吧。哎，我们这边，我们上面还没去过啊，先去上面吧，然后过来。你就冲出来，还是吓到？再见。好，我先走，先去楼上。楼上怎么走啊？这里吗？哦，鬼地方。好，还是爆。哎呦，这里。走喽。这不是我们刚来的地方吗？因为我们刚刚是在地下室啊。哦，好吧，那我们奋力一跳吧。好，我们奋力一跳。迷路啊！先吃个东西再跳。我来了，加油！我在后面看着你。喂，杰克，快点，快点，速度，速度！下来了，下来了。后面有乌龟。哦，不要！是上次我们看那个转转转的乌龟。开始转了，开始转了。跑！不要转了，去死，去死！这不是我们那个很早之前看到那个乌龟。对啊，赶快扁呢！他又开始转了。不要让他转，不要让他转，不要让他转。好好，好像打他就不会转了。好痛，被他撞了一下。看我远处就有一攻击。啊！还回什么血？去死吧！你看，呀，他死了，叫什么龟壳吗？那个看起来很像，法杖哎。哪里？看，会回血吗？回我，没屁用啊！你拿来看，一点用也没有。回血啊，有啦！怎么回啊？你对人物点右左，这是攻击键。等下，等下，帮我回血。这个给你。好，在我回血之前先打一下，把你打死。血量已经够低了。来，我帮你。你看有啊，回很多、喔，哪里不好、欸？而且还不会耗耐久，不会耗宝石是不是？是吗？借我。那我再补去看看。嘎呀嘎！这样。嘎！你看他，还好呢，还好那个。对。我看你的那个宝石。就换成血量。好啦，那个我们食物多嘛，应急的时候用一下。
你、欸、等一下，为什么被攻击了？哦，因为、啊、哦，我知道了，因为我没有饱食度，我就被攻击了。哎、啊，你不就饿死了？就开始饿了、啊。好吧，我们去打那只大只史莱姆。哎、欸，你看，你看那边。哇塞，你是随便挖的吧？但你怎么知道我随便挖的？地狱哥的，哦，虚空。不是，你看。女巫们在开趴。好，我们等一下再找他们。我们先挖这里。哎、欸，土记得挖哦。它不是土，哎、欸，灰那个什么灰囊还是什么？还土囊？灵魂沙？没有，它有土囊跟灵魂沙，两个不一样。啊，那我们要挖什么？挖灵魂沙才可以中那个地狱疙瘩。哦。等，好了好了，我们要去会女巫了。然后你的剑，等一下，我先远处突袭他们。交给你了。好了。来了吗？可以跑了。来了来了。我要卡门。你可以冲出去了啦。好。哇，这里好多东西哦。对啊。跑什么跑？没机会跑了啊！我砍错人。哦哦，好痛痛痛痛。哦，噔噔噔，砍妹啊！去死去死去死！好。哎、欸，后面这个是王。这哪一个？这一个。那个。嗨，王。再见，王。拜拜。你的速度比较高哎、欸，他砍你。你看墙上一堆东西，哎、欸，好多东西哦。这样。点。精怪。哦，这里。把你卡死！哎、欸，好多伤害药水哦！楼上还有，还坐着嘞，哇，很休闲，很休闲。没有，你看发射器里面一堆东西，你看都是满的。他就是，你看有没有看到他分类？哇，太贴心了！哇，要不是河豚，我请你来。我请你呀、啊，你请我。他这边也超好多河豚。那这里都有药水哎，可是怎么办？我们空间不够哎。我们为什么不要做个包包啊？不是可以做包包吗？有吗？可以嗎。做背包啊，用羊毛。是哦，我真的不知道哎。那我查一下。好，我们回来了，就是酱油已经飞回家，然后做了包包回来了，就是我们可以把这些东西都收刮，然后处理一下怪物。好。对，没错，我拿到了幽灵之泪，还有伤害药水。就是这个包包，这包包可不可以背啊？不知道哎、欸、，shoot， 这可以垫在地板上吗？不行，不能背，不能背就算了，好用就好。不行，那我看一下他怎么做的。我要把这个酿造台给带回家。它是用四条线、两个皮革，然后一个可变箱子跟两个羊毛。那可变箱子是？一个储物箱加八个石头这样做出来的，对。好，那我们赶快收刮东西。收刮瓶子要吗？好吧，都收刮，管它的，箱子这么大。收刮啦，包包那么大。去楼上看一下有没有什么东西。搞不好以后背包全部都是那个，你的一打开全部都是背包，然后你要分一号背包、二号背包、三号背包、四号背包。哎、欸，这边好有路、啊。哎、欸，哇，
我们原本的那个吧。通通的。对啊，通过来了。那里好多书哦。我们应该不需要到这么多啦。我也觉得啊，这个锅斧也带回去好了。那连这个发射算了啦，发射器我那边很多了。发射器也带回去好了。那边很多啦。上次去城堡的时候，不是就挖了一堆那个发射器？对啊，对啊，我们走吧。哦，反正全部都是我们的。对啦，对啦，这也是我们的。哦，吓我一跳。不行。哎、欸，我们前面那里走过了吗？还没。我俯挖一下。呵。哇、哦啊，穿钻石钟的。这是节约。来喽。一人一只。确实。哎、欸，不要往后撸啊！我有击退，是不是啊？有吧？你应该有，我应该也有。我这边有击退二。哎、欸，击退有时候会害死自己。哎、欸，升怪、欸，没、okay, 事，应该是那个升怪砖转过来的。赶快去死吧！好，结束。哇，蜘蛛精英怪。哇哦！还爆炸飞去哪了？它卡在墙壁。好吧，节哀。Equiper。这也是我挖出来的地方，是不是？我这蜈蚣走路有点快，吓到了。好。哎、欸，王出来了。哪里？精英怪。你在哪里？他卡墙壁，不要理他。好。哦，这是蜘蛛哦，不要理他。嗯。那我们上去上面吧。好。很多怪哦。他们为什么都有药水拿、啊？我们是进到魔女的城堡，是不是？哎、欸，他跑在上面，他可以动了，这是蜘蛛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爷中毒了，欸、小蜘蛛。啊、哦，没事了没事了。哎、欸，我还拿到圣怪蛋哎、欸。不错哦，什么蛋啊？生成蜘蛛。那有屁用啊？难道我们要蜘蛛生蜘蛛吗？这边好像也没什么，这边有小门。进去看一下。嗨，你有什么吗？好像就是哦，我们贯穿过去的。OK， 那走吧。我已经搞不太清楚我们在哪了。就有点走迷。哎、欸，换回来嘞。对啊。哎、欸，又有巫婆。Two。我走了。哎、欸，怎么办？迷路了。随便晃晃吧，有晃到什么就逛什么。他自己没有顶楼之类的吗？挖上去。有病哦、喔！不会啊，总会有楼可以走的吧？等一下，没事，我感觉很可疑。我们是迷惘的孩子。就要走下来啊！我感觉就一层一层在走。啊，迷路了怎么办？还是真的要挖上去啊？我们又回到那个了。其实我们可以把地毯也带回家吧。你需要吗？我们可以拿回家装饰家里啊。是可以啦。我有没有同学觉得我们很像强盗？超级强，什么都要抢、啊。什么都是我们的，谢谢。哇，这么多地毯，我都不好意思了呢。这能用水吗？还是不行 ？Equiper。啊，被秒了。可以用水，我们有水吗？我不知道哎、欸，我不知道这能用水把它用起来。可以吧？可是我们没有水啊。你有铁吗？我好记得我背包有铁。我没有。一个铁，好吧。哇。拿一点点就好了吧？五十个够了吧？挖这样就好了。那我再挖五个蓝色的。好，缺再来。好。啊。好喽。然后把它挖的破破洞洞，代表有人在抢过。好了，现在呢？我在打雷，我往外走吧。好，走。大蘑菇。这边明明就有水。我们几个在，我们没有水桶啊，不是吗？这我就没有铁，刚好没有铁。哎、欸，这里又有楼梯耶，我上去看一下。那边不是通往的，就刚那里吗？不知道，我看一下。对。对啊。
那是条条大路通罗马。走吧，往这边，这边有路。哇，这个牛排加加薯条真是太好了。感觉很很。肥很多啊。如果以现实来讲的话，感觉很伤。哦 ，sorry。感觉很伤身。对。我帮你回血。我帮你，我帮你，我帮你。哇，谢谢。看病。哎，等一下，他很帅气的站在锅釜里耶，他打就死了。哎，等一下，你知道什么声音？没有，你知道我刚刚把他打起来不是烧起来，然后他踩回锅釜里，他吸掉，然后里面的水没了。哇，人性化！哎，你刚刚有没有听到很奇怪的声音啊？什么？对，声音。还是在旁边啊？狼人的声音吧？是吗？有可能哦。就这样，就听到呜。我们连这个都要抢。当然、啊，都我们的。好，我，哎，哇，夜视药水耶，杰克。我们需要夜视药水吗？你看一下我的头盔好不好？啊，我们偶尔想耍帅也可以不戴头盔啊。OK。我们到处去吧。还是你要往狼人方向走？不要。嗯，其实那感觉蛮可怕的。要不是知道有狼人，可能会以为发生了什么。这边是有路吗？还是我们刚挖出的洞？我觉得是我们挖出的洞。哦，就地毯区嘛。嗯，怎么办？迷路嘞。没事，这边没事。我们连要出去都有困难的，怎么会这样？对啊。也是女巫，就女巫也加。我真没有稿子，要不然我也好想挖。我看一下我还有没有稿子。没有。我本来就挖，直接挖出去。好，挖出去，挖出去。哎、欸。哎、欸，这边石头还是？哎。矿坑。那、欸、你是哪里啊？这边就矿坑了吧？地毯区。你就进。往上挖好了，挖一个楼梯上去。我们刚遇到了几个王啊？好、欸、像三个还两个三个王。哎、欸，这个想挖也有困难、欸。我们往上走，走到那个。哎、欸，在这里啊。这边来过啦、啊。对啊，在这里就离出口很近啊。好，那我们绕出去。哎、欸，狼人！啊！别闹，别闹。还两只，一只白的，一只褐色的。他们是在举行什么重大仪式？是不是？晚上，哎、欸，他血好厚，哎、欸，金苹果，金苹果、欸，哎，哇，赚翻了。所以代表你刚刚听到的声音是对的。这边就往下走了。了还以为没有，这边就地毯区。哎、欸，迷路了、欸，哎。这边啦、啊，这边，这边。哎、欸，有画哎、欸，带走。你闯了闯啊，走 ，go go go。哇、哦，那蜘蛛，这他突然吓哦，晕眩。好可怕啊！哎、欸，你有听到的声音吗？有啊。好像又是狼人。对啊，等我晕眩结束。好。好。花盆哎、欸，带回去。下雨天。出来了。好像就是这样子而已、欸。上面，哦，上还有上面一点点，那边没有逛到。我们直接过去吗？这边有门。哪里啊？这边，这里。走、啊。这边有门。你看，这边有什么吗？不知道，好吧，这边真的没什么。那箱子还有画，然后箱子也没什么。煤炭跟红薯。吼吼！我在外面打怪呢。打得可激烈了。对呀、啊。哎，这个远处攻击真是太方便了啦。这边还有一间，我觉得这里就差不多是这样子了。这边又可以往大方，又可以往上走。好吧，也没什么。看看这边有什么。铁锭。跟木棒还有绿宝石，
那边是树哎、欸。哎、欸，有那个旗帜哎、欸，看要不带回去。吊车是不是？哪里？那边没什么东西啊。应该，我觉得这里就差不多里面那样子吧。旗帜拿走。看起来好丑啊，这个旗帜。戴着绅士蓝色绅士帽的僵尸，就拿回去嘲讽别人。好吧，爆了。古籍馆，好像没什么可以逛哎、欸。对啊，差不多了。哦，蓝色葵花香。我突然被吉尔了。为什么？你在哪里？我刚刚在打怪。我在一楼，我觉得差不多，这里就差不多这样子吧。看到你 ID 了。啊，结束了，结束了。OK， 那我们今天的探险也差不多啦。那我觉得下一集的话，你有没有看到那边有个树？哪里啊？为什么我被打了？楼下吧，楼下怪物。对啊，楼下有好多怪物。哪里有树、啊？那边远一点，那边有一棵神木。然后我转一下那个。还是没看到啊。好吧，就是你现在看的那个方向有一个很大棵树，那边我之前有去逛过，就是那边有一只还蛮厉害的 boss， 我觉得我们下一集左右可以去挑战它。不错不错不错。那我觉得这一集差不多就到这边喽。那下面给我看起来好讨厌。我们直接回家不行吗？我想杀掉。好，走。杀。有那个茶叶带回家。啊，那这一集差不多就到这边喽。如果喜欢这部影片的话，可以在右下角点个喜欢。那如果想要继续追踪这个系列的话，可以在左下角按个订阅。那我也会附上酱油的频道。那我们下一集再见喽。感谢。拜拜。拜拜。